心灵破光节哈，心灵破光节。你看，前方正前方那边可以免费停车呢，好棒啊！有停车场那最好了。很有创意的，用竹子做那个造型。很有创意，正前方那边，远远那边也是的。从路边那边看进来，夜光很美，夜景很美。还有服务台呢。现在凉凉的，不会很热，很舒服。好棒，好棒。还有医护台，还有医护站，还有普及急诊室。天鹅湖，今天天鹅湖嘞，你看。傍晚的时候赏喷水了哈，投影啊，光影好美啊，好美好美嘞。那个季节，很有味道，很有意思，哈哈，很有意思的呀。